我们刚刚是直接进云端的方法，所以你用手机啦，用行动装置都可以进去。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单机板里面，单机板可不可以进到云端？当然可以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新建立这边，有没有看到一朵云？这样应该就知道可以从这里进到天上了哈。好，按一下，有没有一个登录跟注册？意思都一样，你就把你的账号打进去就 OK 啦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原本在云端上就有内容，它会帮你做同步，哦，会帮你做同步哈，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等一下。那么以后呢，你在新增档案的时候，在储存，它就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是要放在涂骹还是要放在天顶？了解吧？好，比如说，哎，没办法连接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我先回到这边来哈，我先回到这个。假设我来这边做存档，你有没有发现它告诉你什么事情了？有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来，我给各位的旧版哦，旧版7.5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还只限定就是付费的才可以用云端，这个7.0的时候。所以各位你回去之后，你再下载那个8.0的版本就好了啊，因为8.0之后它就开放了。哦，就开放了，所以你在这边，你如果选择储存在云端，那么你在网页上就可以同步看到，这样了解吗？可以了哈，不好意思，我给各位旧版本，这是我的错，哎，抱歉抱歉哈，所以原则上是像这样的，我们在存档的时候，他就问你了，那么他有同步了之后呢，你在这边就可以都可以看得到，好，都可以看得到，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可以了。好，我这边把8.0装起来之后，你有没有发现8.0我们在存档的时候，这边就没有 Pro 了，对，云端就云端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8.0这部分正常来讲一样是在刚刚那边哈。那我刚刚讲那个插入超连接啊，有没有？它把它藏到里面来了，哎，就是新版本是这个地方不大一样哈。那图示也有做一些改变，好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加一些图示啊、箭头啦、符号，它还是有一些啦，哦，还是有一些内建的，你就可以。作为参考这样子哈，那这边登不进去，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不行，进不去可能就没办法哈。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，您在这边，你回到我们的这个讯息哈，就 OneNote 的首页这边，你们手上现在都有那个问卷对不对？如果你还没填的，也可以填线上的好吗？线上也有了哈，线上也有一个那个连接，我已经把它连接好了，所以如果你懒得用手写的，你打字比较快的，你就来填这个线上的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这个刘小姐那边她会帮我们再处理一下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那剩下大概几分钟，开放一下，看大家对今天上课的部分、研习的部分还 OK 吗？都可以接受哈。好，